卖肉了啊，卖猪肉啊。咋卖啊这猪肉？猪肉啊，十块一斤。十块一斤啊？不新鲜吗？咋就不新鲜了呢？叫我。卖猪肉了啊，卖猪肉啊。卖猪肉，卖猪肉，卖猪肉啊！热呀，这天！叫我！卖猪肉了啊！哎，大姐，来点猪肉啊！不是你叫谁大姐？啊！没看到我是十六岁花儿大闺女？笑啥笑啊？你别笑，那什么？这肉能买不能？能买能买，别笑。那什么姑娘，这个肉新鲜，大猪肉。新鲜的，放心。今天早上吗？今天早上刚杀。那这肉多少钱呢？十块一斤。十块一斤？有点小贵吧？不对，十块一斤，肥肉六块，瘦肉四块。肥肉六块。那意思是这红肉和白肉能分开买呗？不能。姑娘，能分开卖？能是吧？能。来，给我半斤红肉，半斤白肉。来，给人家切开。给我切好点。给我少下点那红肉。少不了，你放心。啊。技术不行啊！行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好，给你称一称啊。二狗蛋，用你家秤啊。啊，你居然连秤都没有？他出门忘拿了。啥？刚好一斤，放心。这咋给五块呢？你听我说啊，这一斤红肉多少钱？六块。一斤白肉多少钱？四块。半斤红肉三块钱，半斤白肉两块钱，一共五块钱，有毛病吗？哦，没毛病。啊、也是哈、现在东西也不好使。叫卖猪肉的人们，卖猪肉的啊，卖。啊，滚。媳妇儿啊，结婚十周年了啊，请你吃点好的。好，这是啥店呢？烧烤店呗。啊，烧烤。嗯，那我有想吃的。那叫他老板。老板，您好，来菜单。那么墨迹。我们不看这菜单。看。那吃点啥？有马铃薯吗？或者三元蛋也行。哦，有呢，有，这个真有呢，有呢。那就给我来两串，你要几串人？两串。不是我们这儿分几分熟？你要几分熟？还有几分？那咱得摆成那西餐的架势。我要三分熟，你呢？七分熟。好嘞。这土豆咋这么慢呢？快，来，你要几分熟？三分熟。三分，来你的，你要几分？七分呐。七分。啊，太了。看好了啊。我撒点调料啊！调料，辣椒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。好了，来吃吧。吃吧。你咋不吃呢？不爱吃。
啊，还我干什么去？再说我出去应酬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能这样说话？什么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你离婚？离婚行？你把你爸的儿子给我带走。你哪去了？我凭什么给你带走？主人，喝茶还是喝咖啡？滚开！把你这个机器人带走！我凭什么带走啊？你自己搁这坐，什么玩意？想忍着你。主人，抬腿。你能不能去一边去？小黑。你进去让他做饭去。好的。主人，他叫你做饭。不做，我点外卖了。告诉他。好的。主人，他说他点了外卖。他点外卖，他点外卖，我们也点外卖。主人，他说点外卖，要点就一起点。我已经点好了，不给他点。主人，他说他点了你最爱吃的菜。哦，真的呀？点了我最爱吃，那你告诉他，就说我错了。主人，他说他已经知道错了。哦、真的？走，走。吃法，单卖是1块钱5串，不单卖的话1块钱1位，随便吃。哦，先好烧烤啊，那来个5块的吧。5块的啊？单卖还是自助？自助啊，单卖不傻的。那行，自个儿拿吧，想吃啥拿啥。你都来点。行。去那儿吃是吧？啊！来来来，这看这么多调料啊，上面都有名字啊。那个没有。大哥，那个辣不？辣辣。吃这个。我年轻吃不了辣的。哎呀！吃点不辣，吃点不辣。老板，你这个醋啊。啊。好吃吧？啊！大哥，你吃这个血压不高吗？还好，吃这个辛辣的。哦，这个不辣，抓辣。我血糖高。辣的我没了。你这再吃点来。啊，来来来，来了来了啊！大哥，钱我给了。嗯，大哥你走。拜拜。这大哥吃了50的。啊！这大哥吃了50的。Oh no！ 我给你捋一捋啊，老妹儿，你看啊，是不是5元自助？吃多少？管饱对不？啊，
那大个吃的你就算我吃了，对不？我就给你5块钱就得了嘛，对不对？说的也是啊，都没有毛病是吧？吃饱了啊，下回再来啊，慢点啊。这么多呢？啊！买赔钱了呀！